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九龙强子啊。昨天跟小陈通话聊天的时候啊，他说叫我去买一个床，我也不知道买床干什么啊，我也不敢多问啊，只能按照他的这个意思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跟我姐还有我们去这个坚强下面看一下吧，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如果到没有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就去来边市里面看吧，走，去坚强看一下吧，应该有的这个床。没有2米的，没有2米宽的床吗？没有，最大几米？八的。没有2米，没有两米太宽了。2米都没有啊？2米的太宽了，那这一款1600啊？哦，这个太价格这个都不是带床，不带床都贵的价钱。你要床，那会可以另外买一个。这贵3000块啊？哦，对，里面全是木头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柜子多高？2米5还是2米？啊，2米5啊，应该不是2米5吧？2米6啊，这种都是新款，我告诉你呢，老弟呢，这个都可以呢，这些这个都是，而且质量也好，又简单又好看。本来说找那种两米宽、两米二长的。以后结婚了再定做。要定，要定早一点。没有了，所以说那现在就先随便整一张回去睡这边吧，找到以后到结婚的那种。的时候的话，中间都要定做一张那种大床的，2米×2.3米的是吧？你在吗？赶快去吃饭啦！买床啊，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啊？嗯，不好看。这边。它现在都是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。这个也简单啊。不好看。不好看呢、啊，这床现在都是这样啊，那就这种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这种是布的吧？布的会不会是笔的吧？布的这种，毛巾布也跟笔皮差不多，可以用白毛巾。是啊，我也布的话容易脏哦，我家灰尘大不？我也是皮的呢，不是皮的。我喜欢那个那边那个柜子。看来我们眼光还是一样的吧。开始的时候我一来的时候我就看中这个柜子了，是吧？趁颜色不是很白，有点灰的，简约而大气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柜子2米5高啊，我家那个小房子可能都天花板都没有2米5啊，得去量一下才知道。它这是推门的啊，它里面都是全部是实心木的。你自己选的，我要上去吃饭。那你说那个要哪个床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个就是很白白色的，单调的不？就是简单的，嗯，看到这个，啊，好，这个你看一下，这个3000块啊？配这种哦，这样配是2000块。这个呢？这个是2500这样。2500啊？换这个席木石膏就是变成3000了。好贵，太贵了，2000多块钱是吗？就得了。你就这种啊？这种1000多嘛。嗯。那这不这这这个还这么多了？就有一家。嗯，但是刚才你说那个床好看，那个太贵了。那个多少？那个他好像说要3000块。那么贵呀？啊，3000块，觉得有一双1800的还是不错的。一个床笼现在2000块左右，你加上一个柜子3000，这就是5000。加上一个梳妆台，又加上两个床头柜，大概6000块左右吧。干嘛还要梳妆台呀、啊？不要梳妆台，那个房间里面也是有什么，啥都没有。你那里不是有个桌子吗？嗯，要梳妆台好一点吧。就这张，这张。也可以啊，是啊，这个都是这张可以吧？这张比较便宜一点嘛。那你就往便宜的买了。啊，那就往便宜的挑吧。我说这个床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要看旁边睡的是谁。哎，嘿嘿，啊。怎么现在那么会说话？嗯、哎，是不是？这么多钱？这个是650。梳妆台就600左右是吧？像这种几百块就是差不多了，嗯，可以了。嗯，反正以后也是给我姐用的这种。对呀，你
就这么那个啊。嗯，我们回来到家了，我先来量一下我这个门口，我看一下我家，我这个房间的门口多高，才1.87米。如果说买那个2米宽的那个床的话，那个席梦思的话都进不来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房间，估计要重新弄一下墙壁了。你看这墙壁黄黄的，还有那个柜子啊，我先看一下这个柜子有多高先。这个天花板有没有2.5米的高度？刚好2.51米。那如果说拿那个柜子回来放的话，也是刚刚都已经顶到天花板了。到时候得清理一下这个房间，这种墙壁啊，以前这种，你看这种，这个就是以前阿谦以前小时候小孩子画的墙壁都画完的。所以说打算再往下买那种墙纸回来，然后直接贴上墙纸就可以了啊，简单的弄一点梳妆台之类的也是放这里。嗯，我就先暂时计划着先吧啊，可能过两天的时候我再去买那个床还有那个柜子吧。买是可以，因为床跟柜子他们这种的话都是拆开了然后拿来里面组装，先买一些便宜一点的，其实也不便宜了。今天刚才在那里算了一下，一个床一个柜梳妆台两个床头柜这里加起来都6000块左右了，6000块左右再加上买这些墙纸啊，是吧？这窗帘也把它换掉，换了一个那种便宜点的窗帘。哎，估计的话也要差不多10000块吧，弄这里面这些灯啊也要弄，这里面也要弄一个灯，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柜子这样子一拦过来的话，这里面的话就黑了。你看这种都是渗水了，这种老房子啊漏水了。小陈叫买床干什么我也不懂啊，我只能按照他的意思做就行了。想睡那个2米宽的床啊，2.2米长的床的话都睡不了，进不来。没办法了，想睡大床的话以后得努力，然后起新房子到时候把这个门做得高一点，做个2.2、2.3米高的门的话，你就可以买那种大床了。行吧，那咱们这个本期视频就先这样吧啊，拜拜。